我是用了4年的时间来完成我的学士课程。回想过去，我是一面工作，一面在 WOU 求学。我觉得我的生活过得非常充实，而且我也觉得可以学以致用。毕业后呢，我的雇主马上给我很多的工作机会，让我可以独立的去完成每一个公司的项目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lex Ong。我目前的职业是在一家 BPO 公司担任一名 Finance Analyst。意识到我对财务和商业有很大的兴趣，所以呢，我有开始在槟城寻找几家大学。最后我发现 WOU 可以为我提供非常灵活的学习平台，而且学费方面也是我可负担的。WOU 的课程结构是比较多元化和与时俱进的，而且呢 ，WOU 提供了很好的Flex Learn 平台，我可以选择在不同的地点和时间上课，对于上班族的我们呢是非常大的帮助。WOU 呢是 A Star 的Partnership University， 只要你可以考到了 3.5 以上的 CGPA， 大学呢就会帮你提名去报读这个 CMAT A Star Program 考试。不是所有的大学是受 CMAT A Star 的承认，所以呢 ，WOU 在这方面呢是对于我们学生是，尤其是专业会计课程的学生呢是有很大的帮助。在2021年8月，我已经顺利通过的考试，正式成为一名受承认的 Chartered Global Management Accountant。